妈咒，取一双子。传说是女娲补天流落在珠江口的两粒石子。庞然大物一般的海上钢铁巨兽矗立在岛上。现在，这里是国际一流的修造船基地。此时，世界最大的散货船正在入坞。一个工厂，一座岛，也是一座船舶维修的工业城。这里保留着建立之初的痕迹，也留存着中国船舶维修业奋斗的印记。日月见证奋斗者的足迹，山河看见无悔春秋的身影。每时每刻每个人，志存高远，实现梦想，就勾勒出一个非凡的世界。哎，好嘞啊，三号位中间上。董家口轮以中国港口名字命名，这艘装载量40万吨的庞然大物即将进入它的临时假期，入坞保养。有两头16，车不要加太大啊，要注意缆绳。16明白，注意缆绳，车不用太大。五条拖轮默契配合，开闸进坞，升闸排水，4个小时大船入坞，一气呵成。修河有联呢，每年大概维修200多艘船，大部分的船舶呢都要进船坞里面进行一个外板的除锈。船舶维修厂相当于汽车的 4S 店。船体除锈是董家口轮入坞后的第一道工序。传统的打砂除锈工艺，施工中的粉尘污染困扰了修船行业几十年。现在刘鹤和他的团队正在使用新技术破解这个难题。从2017年开始引入超干水这个技术，那么目前呢已经实现整个马岛用超干水的工艺替代打砂除锈，就是所有的粉尘污染都已经没有了。利用超高压水产生的冲击代替打砂，尽一切所能做到环境友好，这是站在行业顶端的年轻人义不容辞的担当。这个岛是一个人工岛，造岛时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修船基地了，建的时候从香港搬过来的服务设备人员都是香港过来的。31公里外，香港青衣岛，中国现代修船业的起点。那么最后升高旗演奏。友联船厂对于每一个中国船舶人都是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张伟贤父子经历了其中曲折。我爸原来住在一个英资机构一个船厂，由于那个英资机构看不起中国人啊，不愿意修中国船，他们那帮老工人就很气了，要自己修自己的船，一个是为生活了，一个就是说中国人修中国船，就一起一帮人就进了友联船厂了。对于船舶业来说，无修船不足以远航。1964年，应国家远洋船队发展需求，总部设在香港的招商局在香港成立友联船厂，解决我国远洋公司的修船问题，成为修造船业连接世界的桥头堡，成功打造出友联修船的品牌。这个也是我们40年前的时候买不到这种工具，当时也是我们那个老领导从那个英国公司看到人家那个有这个设备，模仿、借鉴、再创新，小到一个零件，大到修船的装备，慢慢摸索，
中国人修中国船的志气延续至今。今天的友联船厂在新时代仍在继续攀登新高峰。刘鹤他们还在进行一项回收有害气体的试验，一旦成功，将是船舶修理行业一个革命性的颠覆。这是一个行业难题，没有船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目前靠着手工喷漆，大部分的油漆都已经飘散走了。现在我们做的试验就是把这个飘散的漆物和 VOC 收回来，回收罩回收回来的气体通过这边的风机吸入到这个腔里面来，通过它的处理之后从上面一个排口排放出去。开风机。这样的试验做了数十次，多次的数据积累再进行反复验证，只为达到最好的目标值。这一次的试验，有害气体80%被成功回收，大幅度减少污染。干泵房，干泵房，开始放水。我们技术的革新实现先进之道，我们实现绿色环保，来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，能够让更多的船厂用到先进的技术。招商工业的企业使命就是以先进制造推动行业进步。用一点一滴的创新累积出行业的革新，高质量绿色低碳循环发展，这个时代课题和全新理念正在渗透进美丽中国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条血脉。长江，中国最繁忙的内河大动脉，干线货运量超过30亿吨，稳居世界内河第一。湖北蕲春9500吨砂石即将通过水路运往780公里外的南通。这艘代号长航货运001的散货船，是目前长江上第一艘绿色智能万吨级散货船，带着特殊的使命而来。根据你的航段载量，建议你开多大的车，达到最佳的经济车速。周树忠，30年的长江航运经验，参与了全新一代混合动力船的设计。油、气、电三种混合动力，通过智能系统进行能效分析，结合航道、顺流、逆流、水文条件、满载、空驶等船舶状态，切换动力模式，实现低能耗、低污染、智能化的绿色航行。长航001的这趟航程780公里，就可节省2吨燃油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吨。 LNG 气体机准备开航。长江大保护已成共识。周树忠算了一笔账，如果长江上1/3的万吨级散货船升级为绿色混合动力，所减少的碳排放相当于在长江流域种植了近300万棵树。长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特别是近几年可以看见江面上还有江豚跳跃的。不远处，长江边的又一项新业务船舶洗舱站开始运营。洗舱站就如同船舶的大浴室，化学品运输的产业链越长，门道和讲究越多，服务的专业化就更精细。瑞孚158刚刚卸载完3000吨汽油，此时正在靠泊洗舱。瑞孚158人靠泊完毕。好的，收到，准备进行安全检查。把氮气管道接上去。繁忙的黄金水道上，每年有7000多艘化学品船舶行驶在其中，约1.7亿吨的危化品水运量
占据全国运输量的近半壁江山。危化品船舶在更换货种或进港检修时必须洗舱，但以前含有残留危化品的污水很难规范处理，也会偷偷直排入水。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，氧气浓度20.9%，一氧化碳是0 ppm， 正常。单机系统准备完毕，开始洗舱。这是国内最先进的智能洗舱站，近10道洗舱工序全程密闭完成后，污水通过这1.5公里长的密闭管道输送到远端岸上的处理区，真正实现气不上天油不落地，污水不进江的目标。现在长江干线上规划的13座洗舱站已全部投运，为长江大保护再添新的屏障。紧急集合，消灭疫情，应急小组一起做好出库准备，集合。守护长江的还有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团队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非常的复杂，左边是化学品船舶锚地，右边是80万吨引吸，现在不是汛期，水位非常低。应急演习，联检锚地发生船舶碰撞，请各小组立即行动。开航。演习要用最短的时间回收江面溢油，江面救援不同于陆地。船尾准备布放稳油栏，大家快点，这个溢油已经有点出来了，15分钟要布放完毕。防护一号现在准备进入布控区域收油，类似于我们路上的消防队，对专业要求是比较高的，要有足够丰富的水上的从业经历。对于每种不同的污染源，我们都制定了专门的应急预案。欧阳挺他们以前甚至需要奔赴几百公里去参与江上救援，现在长江沿线的重庆、武汉和南京等地已经建立起多个应急救援站，全方位应急处置体系构建着长江绿色航运的全新生态，逐步在完善我们的应急的体系。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，从小生活在长江边，工作在航运业，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把专业做到极致，做到最高水平，商机就会越来越多。高质量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正驱动千行百业创新改变。欢迎使用导航地图，你已进入重庆市，由于地势复杂，接下来由其他导航地图为您导航。哎呀，这桥太多很了，真是记得记不到，真是天天我们都要过很多桥。重庆的复杂路况，即便像老王这样跑了20多年的出租车老司机也会时常迷路，但是这座站在山脊梁上的城市却覆盖了全球85%以上的交通场景。3D 城市，5D 立交，堪称道路测试全能型考场。但凡通过了重庆路测，就能在全球大部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。辛苦了小家伙啊，干活吧。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出发30。在招商车研的智慧交通与车路协同实验室，祖辉他们这群年轻人正在这里进行多模态多视角的数据采集，目标直指车与路的智能协同研究。注意控制跟踪距离哈，进入隧道的时候呢做出相应的动作，车速30。中国高速公路网已覆盖约99%的城镇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。今天的道路升级不再一味追求数量和规模的增加，
关键在于路和车都必须要变得更聪明。全力制动，全力制动。重庆的大雾天气也是路侧的极端环境，它就置身于一个100多辆车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环境，这个上面每一个节点都是北斗这个定位的接收器。20，人、车、路、云，全域数据感知，让他们实时协同交互。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移，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变化。好，起步。这个千变万化的虚拟交通场景，依据千万次户外采集的数据而生成，把庞大复杂的交通流变成可知、可控、可调度的数据流。这个大浪淘沙般的过程极为艰难，为梦想而努力需要坚定的信念。在路上跑10天，可能一条有用的数据也得不到。在没有方向的时候，那你得去制造这个方向。交通产业智能升级已经全面开启，招商局的港口、公路全球众多，在这个领域中必须有我们招商人的身影。拥抱变化才能赢得未来。智慧交通与传统基建都在一整盘商业大棋中持续发力。同样在重庆，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即将诞生。像我们这种世界第一个公轨两用的桥梁，很快就会在我们的脚下诞生。郭家沱大桥全长1403.8米，整座桥的点睛之笔是两根竹篮，它们好似抛出去的两根鱼线，配合一个个钓竿，牢牢吊住桥面。轻轨加公路的设计，让大桥的两条竹篮的极限负荷要达到15万吨，相当于能吊起15座埃菲尔铁塔，而且要在未来100年不变形、不滑移、不断裂。整个守塔顶到位，要不然这个偏移对结构很不好的。今天，第8块钢横梁吊装在即。随着吊装的一步步完成，双竹篮也如满月弓弦般紧绷了起来，构成两根竹篮的3万多根钢丝要均匀受力，牢牢抓住地面。最核心构件，整个大桥的全部重量都交到这个部位了。竹篮锁骨制造基地车间里，127组直径为2.5米的放丝盘日夜转动不息。锁骨制造精度需要特有的结构，这些被委以重任的高强度钢丝正向同一个方向奔涌，它们需要被紧密地平行编织在一起。我们要保证它的受力完全一致。127钢丝正好是可以形成一个六边形的魔术的，正六边形它有6个面，每个面之间靠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才能够最小的空缺率。从1995年我国现代悬索桥技术发轫之时，李闯团队深耕桥梁缆索领域27年，从无到有再到优，这支桥梁缆索制造的梦之队已参与修建全国400多座缆索桥，创造众多世界第一。这个桥梁动力实验室全球缆索试验能力第一。另外一支宝藏团队正在对缆索进行抗疲劳能力测试，他们刚刚完成200兆帕应力扶持的反复验证。今天是更高强度的挑战，他们现在就要闯280兆帕这一关，世界上还没有人做到过。唐光武研究桥梁动力问题已经25年，
缆索能否承受更高应力、更长时间的荷载，撑起大桥的铁骨钢脊。这种试验至少要验证200万次。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技术积累，今天中国悬索桥的跨度从180米起步，突破2000米大关。这农民种一颗菜，他能够结一颗果，那就是他种下去的希望。我们建这样的一个大桥，出现一代一代的新产品，我们会把这个整个技术推向更高的高度。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踏实肯干、执着一念的人。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，我确实能够做得比前人更好，那就是我们的希望。每个人的奋斗，映照出我们这个国家、这个时代奔涌向前的姿态。在商言商，但也要饮水思源，将商业成功的触角伸展在每一个需要发展的地方。小心一点，小心点。农历3月3，艾草萌发，掐了新叶就可以制作艾粑。我们这个地方的艾草是最出名的，家家户户都种。李时珍的故乡，能透诸经而除百病的奇艾，是蕲春道地特产，自明代闻名至今，一直被中医推崇。走了，你来回家做粑粑吃喽。雷慧慧和父辈一样，还保持着种植艾草的传统。而不同的是，今天的艾草种植已经开始商业赋能。不远处，艾草种植资源基地集中了全国各地选育的108种艾草种苗，选育、纯化、优中选优。奇艾种植资源和奇艾种植标准化的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成果。5、6号品种就是那个金油粒的，3、4号品种就是它那个黄酮类高的，然后这个1、2号的就是产量高的。种质资源基地选育的新品种，辐射的近万亩奇艾种植基地，已经开始了2022年的丰收。雷慧慧所在的村子，是蕲春县500多个种植艾草的村子之一。今年情况怎么样啊？今年艾叶长得也特别好，特别大的艾叶，你看。哎，这个叶片还是挺饱满的。蕲春种植艾草的每一片田，增援都摸得很清楚。从深圳来到这里对口帮扶，一干就是5年。挑战自我，突然呢来做这个田间地头的事情，的确呢还是有一定的适应的过程。阿姨叫什么名字？江琴。多少公斤呢？7.6。往广的边放好了。11.6公斤。这是我们今年收的新艾叶，你可以试试搓一搓啊，就有很浓郁的精油味啊，就是艾草的香味，你明白？很浓郁的钱味，很浓很浓。收上来的艾叶产量比去年提高60%以上，每亩地增收近1500元，带动百姓致富。要让艾草的效益更大提升，更多的市场化探索还在继续。我们将艾草的这个有效提取物提取出来，灌入到呢纤维的微米中间的内径中间去，简简单单的去做一些艾条、精油、艾绒这些事情呢，比较初级化。既然是朝阳局来，我们也想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，想让奇艾的附加值啊得到提升。把布局大健康产业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，真正的做到用商业的成功助力乡村振兴。希望的田野上，艾草勾连着古今中医药产业的延续。今天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推动下，
有人开始了新的出发。整个国家都是在做一个转型，在追求一些高质量发展，也提出了健康中国的战略，科技强国的战略。为前沿医药技术成果转化提供资金和市场支持，这是招商健康担负的社会责任，又是新开辟的创业沃土。这是一家有着63年历史的药物研发单位，汇聚了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高级人才，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。过去的数十年，为社会研发了一大批国家临床必需的药品。原来我们院是为全国服务，向全国推广的批准也挺多。设备升级，这个环境升级，这个小实验室3000多万。新药研发需要足够的投入和耐心。4年前，在国企混改中，招商健康投资入股药研院，推进药研院市场化改革。天津药研院研发和生产的投入比4年前增长了140%，新药生产和研发的效率都在提速。我们现在一个月生产量是多少？现在每个月可以完成40万只的产量。不管是体系的能力、技术的能力，还是管理的能力，把这个品种确实的按它该有的节奏去推，还是得这个全球性1.1类新药这样子。一款中成药的新药又将进入临床试验，每个项目柳莹莹都要监控投资的价值和风险。目前为止，我们的产品收入呢大概是1.86亿元，目前的收入呢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药品收入。看一下那个研发那块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，这既是国家战略，也是未来蓝海。企业家虽然支持，科学家更需要支持。我们中药虽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但真正的有现代科学开发都不够，所以这个要保证国家国民的需求。中国要把药品质端在自己手里，而且要装自己的药。我们在健康领域布局其实是走出了我们之前擅长的像金融、地产、交通这些舒适区，勇闯无人区。医疗健康领域有很多社会痛点所在，也是我们进入健康产业的发展机会。在已有实力的基础上不断开篇布局，发掘新的商机，用商业成功推动社会进步。潮流其实已至，其势已成。山东蓬莱一项庞大的物流工程即将迎来关键时刻。现在这个模块化建造行业，2014年的时候1000吨、2000吨就算比较大的模块，到现在出现10000吨，未来可能会出现15000吨的模块，会对我们的物流行业产生很大的这个冲击。即将要搬运的超万吨级模块是中国制造为北极 LNG2 项目专门定制。大型工艺模块是尖端的装备建造，而大模块有物流运输，同样需要尖端的实力。老卡老卡，能不能快点，抓紧啊。好嘞，准备吧。长39米，宽67米，高37.5米，重达11000吨。移动这个世界最大的工艺模块，就好像给一栋12层的高楼整体搬个家。这次运输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，就是首先模块比较重，使用的轴线数比较多，难点在于如何在运输和装船过程中保证车辆同步性操作。它可以直行，它这个轮胎在同一个角度叫斜行，甩头模式呢是现在这种情况，第一个轮胎是直行状态，第二个轮胎、第三个轮胎依次的这个角度呢逐渐在变化。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已经甩头把它甩正了翅膀之后呢，通过直行状态进入模块下方就可以了。此时450轴模块运输车、15个动力单元、1800只轮胎同时作业，每个轮子都有一套完整的动力系统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千足虫。
他们驶入大模块底部，共同顶升完成托举，全程通过一个操作手遥控控制，完成11000吨的模块运输。这样的重量在模块运输领域也极其少见。28号早晨8点钟，003模块运输，12点钟003模块装船。大模块到码头装船，仅仅200米的超短途物流，一度是国外企业垄断的市场。为这200米，这群年轻人正在挑起大梁。每一米都是自我的挑战，也是与国际同行的竞技，更是对未来市场话语权的掌握。天亮之后，这里将成为全球同行瞩目的焦点，他们必须万无一失。小编，小编，是否 OK？ OK OK。所有人准备，所有人准备。OK OK。开始顶升。好，1号点，1号点，1号点。好的，来1号点继续。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往34点方向走。这个圈呢，是老外比较多。我们是从2014年中国的物流公司才知道，哦，还有海工这一个板块，才进入这个板块。慢慢的，现在没有国外的公司参与进来。这是勇敢者的游戏，得益于完善的工业体系以及超强的学习能力，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组成的联合航母正同舟共济，协同作战。撞船的时候，我跟船长在一块儿，他控制他的船的水平跟那个码头高度之间的高度差，我来控制车速，配合他这一块儿。如果说我们俩一旦配合不好，我哇哇的往上走，不搭理他，那有可能船就这样，哎，或者说这样了。撞船过程反复推演，跳板距离变化、车板行驶高度，甚至潮汐风速，都要实时监测。从陆地到上船，高度差仅有200毫米，这每一毫米的推进，大家都屏息以待。完成这200毫米，用了1个小时。中国的这个模块建造的各项能力配备啊，已经处于这个国际领先水平了。在轴线车板块，我相信我们的差距已经非常非常小了。有竞争才有进步。日落万盏灯，日出千竿旗。这个见证成功的地方，正是蓬莱。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点，永远指向开放与未来。未来等着奋斗的人去开创。第一来太平湾的时候，从大连市高速公路上走了差不多快1个半小时，越走越觉得翻脸。88年大学毕业到蛇口，蛇口当年也是一个小渔村，后面呢到了前海也是一片滩涂。从蛇口湾到前海湾到太平湾，太平湾的话也是一个小渔村。太平湾开发的面积接近20倍的蛇口的这个规模体量。开发太平湾，箭在弦上。在辽宁几大港口整合发展的基础之上，打造临港的合作创新区，一个践行东北振兴国家战略的大手笔，将为这片土地注入全新的能量。走走，那边卸车。不是一个园区的概念，它相当于要造一个新城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起来了哈。40多年前在蛇口立下的牌子，今天在东北这片土地上也立了起来。
蛇口效率，也随胡勇的步伐来到太平湾。前赶中追后乘，在太平湾同步发力，走上一个更加快速的发展之道。再打打轮，再打打轮，走走走。四月的辽宁，土地刚刚解冻。这片2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船舶制造、新能源汽车、粮食加工、航运贸易等近20个项目遍地开花，同时开工。兄弟们，还有一块了啊！你们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看着看着，我应该是还有10多天吧，这块就要验收嘛，所以就很急嘛。陷进去了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河口，所以其实还要往上开到山坡地。今天晚上主要是把这个最后一块把它突击完，明天测量。每一天的施工任务必须按时按质量完成，是胡勇定下的硬规矩。突来涨潮，海水倒灌，平整好的土地又被淹了。你这里要这么厚干嘛呢？已经很浅了，你还别用你的老黄历啊！今天晚上你24小时必须把这个水库赶掉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我们早一天弄完，我们就早一天能够把这个土地资源盘活。遥感飞机正在测量的这一片土地，产业蓝图已经绘制。太平湾与沈阳、大连构成经济发展的金三角，交通四通八达，工、铁、海、航、信息五港联动，并背靠东三省雄厚的产业基础，高端装备制造、风电、氢能、新型建材以及大健康等多个产业园区即将拔地生长。喂，三峡那个报集团的 OA 也还没过来呀、啊？这两天没停啊，跟这个新能源院把这个可研都出来了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他现在无从评判，就是。他说他没干过这个事儿，这是新兴事物嘛，我们是没干过，都没干过。对，那没办法，就所以预沟通嘛。就这块地现在还有什么问题？2号地的话，目前涉及到7户的。就现在是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动？什么时候能动？这个地方我要开工。敢啃硬骨头，敢接烫手山芋。但凡经历过蛇口的历练，都坚信蛇口模式的生命力。理念的这个层面呢，南北还是有很多的差异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差距那我们就不干了，所以我们也要创新一些模式来去推动这一个项目。双向奔赴才是最激动人心的合力。大连市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放权赋权，先后3批次赋予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市级管理权限108项，科技先锋、央企抱团，共同打造东北振兴的新高地。顶层设计这边创新的是一个振兴合作的这个模式，相当于一个手的正反面，我们打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。我读的时候就是这个画面。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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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新能源产业园将汇聚起全球新能源领域最顶级的企业，企业都愿意到你太平湾来投，对太平湾的营商环境更加有信心。招商局太平湾150周年呢，上次来是冬天，基本上灰秃秃的，今天这个都绿油油的。太平湾的保太平，狂风暴雨恶劣天气的时候，那渔船都到那地方避风塘，久而久之大家哎，这个地方太平，这个地方太平，就给叫这个太平湾。
这叫撸起袖子加油干。改革跑出加速度，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即将整体搬迁入驻，未来这里将是全球最先进的船舶高端产业基地。28号要搞那个奠基仪式，在这个位置也行啊，这个就未来做船坞的地方嘛。太平湾生产出来的大国重器，包祖国的太平。人往这边看，看了没有？哇，这个太阳才在那边。那个远距离的是营口港啊，那个是我们的办公楼，陆域面积260，海域面积200。200。以后这个城市要连成片了。我记得在前海的时候，总书记当年到前海来视察的时候就说了，你是一张白纸，你可以发掘最美最好的图画，精雕细琢，政策都给你们了，你们大胆的闯，大胆的干，大胆的试。2035嘛，初具规模。我退休了，但是我会经常来这。赵王局敢为天下先，一些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在往前走。从蛇口湾到前海湾到太平湾，三十载，三湾情。仿佛间，当年的蛇口，敢为人先的奋斗身影，又在眼前。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，使命依然在肩。时间的风景折叠在一个个奋斗瞬间，一代又一代开拓者追梦的脚步同样铿锵有力，不执于旧，无畏于新，不负时代，勇毅前行。有长河，风一吹起长歌，后来者翻开史册，说回话总是先说曲折，光阴轻轻动魄，有心动，风一坠入心火，决心者如此忘我，要奔流就不会说寂寞，百川者天空海阔，时光里浅唱，带留着晚霞，只为勇敢的心啊！穿过风浪拍打的雪啊，在仰望星空的刹那，